哪边需要再补一下，要出个声哦 ，OK 吗？来右边再补一下，好，右边再补一下下。好啦，感觉开心，这一次新专辑真的造型很复古，然后祝大家今年都比以往更好、更顺利，然后更平安，世界更和平。真的很需要这种最棒的祝福，可以选择。那最后还是以一个我们认为这个音乐取向跟和弦进行音符的这个等等的，所以最后就是以这十首来做这张专辑的这个十首歌。对，而且十首歌每一首歌都超过20岁以上哦。是的，是的。里面最老的歌是哪一首啊？应该是千言万语。哦，邓丽君小姐的歌。对，应该是千言万语。真的耶。但是它还算是里面挺熟悉的歌。对对对对对，熟悉度蛮高的歌。对的。对，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十首的经典好歌呢，来跟大家呢重新的温习之后呢，也希望这个2016年有这个萧敬腾的歌声陪伴大家。真的可以度过一个非常平安、健康、平静的一年啦，对不对？好，应该这么说。刚才也讲了，就是祝大家平安嘛，然后年年越来越好，然后一直公司一直加薪，加到不能加，就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对吧？厉害了，在邀请我吗？对，就希望大家越来越好了。真的好。那对呀，大家其实就是希望。赚点小钱嘛。哎，真的是哎，对啊，存款数字希望能够增加了。当然，就是我们都在追求一个就是没有无忧无虑的生活。当然，那你今年啊不知道哦，都赚到不知道了。不是这样，那尾牙也不是我们自己争取的，也都是厂商喜欢啦，企业家他们对，他们要有预算，没预算我们也是在旁边等啊，也是哈，所以。